品鉴正宗好凉茶，聆听中国好思想。这里是由凉茶领导者加多宝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最近网上流行一个说法，说就算当了父母，一定要不能让爸爸带孩子，有的时候后果会很严重，请看大屏幕。第一张照片非常清晰而形象的告诉我，有什么样的爸爸就有什么样的儿子，这简直就是 copy 出来的。我喜欢那个孩子的态度，淡定自然。第二张照片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临时要用塑料袋来作为婴儿床的话，也请选择环保塑料袋。当然最后一张，我相信这个爸爸是拍恐怖片的，怎么能把自己的孩子折磨成这样。但是最近非常流行让孩子跟着爸爸混，因为大家突然看到，原来孩子跟着爸爸在一块儿的时候，有一些画面甚至比我们想象中孩子跟母亲在一起还要温馨，还要感人，还要让人崩溃。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开讲嘉宾，就在前不久，因为和他的儿子在一块儿，在公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位嘉宾是谁呢？请看大屏幕。他是疯狂的石头里那个蔫坏的保安队队长，也是观众熟悉的那个风情帅叔冷酷老爸。他是演员郭涛，25岁，第一部电影就被张艺谋看中，第二部电影便和冯小刚合作，大学期间就荣获文化部优秀表演奖。他以为他必活无疑，却不料随后经历10年沉寂，无人问之。从骄傲的精英到谦卑的普通人，从遇到活着时的桀骜清高，到遇到疯狂的石头时的倍感珍惜，今天的他带着他的全新力作《父母爱情》再次走入观众的视线，而曾经过山车式的人生起落也让他明白，做演员要放得下自己。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郭涛。好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大家是不是都很奇怪，今天怎么一个人来的？今天我们不谈这个，不谈儿子，不谈爸爸，谈点我的这个拧巴的事儿，谈点我的过去，有些可能是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我自己在我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吧。你刚才一说这个话，我就从旁边观众脸上看到了不信任的表情，是吧？不谈儿子忘是吧？不谈儿子，不谈爸爸。旁边观众说：“那你谈什么呢？”当然，最近这个话题太火，你个人客观评价是你火还是儿子火？当然是儿子。对，我的微博上很多的留言基本上都是给我儿子留言。我记得前一段我去带儿子坐飞机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呢去安检了以后呢，我说儿子别动，爸爸安检完了以后我找你，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旁边的那个安检的阿姨就说不要对儿子那么凶嘛。会有一点点失落吗？没有，那个他是我儿子呀，他不是别人，他大家喜欢他就等于喜欢我，对不对？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就听你的，有请郭涛开讲。的确，来这之前有点紧张。我在我20多岁的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叛逆者，是一个愤怒青年，对很多东西都看不惯，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记得我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最爱好的几件事情
第一，我喜欢摇滚乐，因为在那个时期里头，中国的摇滚乐风起云涌，我们会感觉到非常的刺激，会非常的亢奋。我听到那些音乐以后，就会让自己很躁动。我记得我听 Pink Floyd 的《迷墙》的时候，我整晚上睡不着觉。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骚动，我为什么要那么愤世嫉俗，那么生气。还有就是喜欢跟我的一些哥们儿好朋友们一起排演实验戏剧。我们认为实验戏剧是什么？就是反叛呢，就是把传统的戏剧反过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一种想法，一种爆发。我记得我当时排演了一个我们校园戏剧，也叫实验戏剧，叫《等待戈多》。那个时候非常的穷，真的穷的可以说叮当乱响，1000块钱演出一个话剧，你们相信吗？我们这些哥们儿就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呢，就大家用一个大锅来煮方便面吃。也许可能石头喜欢方便面，就是因为遗传我这一部分吧。对，一个方便面嘛，没有什么营养，然后在里头随便打几个鸡蛋，然后呢，没有菜，我们就翻墙出去偷菜。偷完菜以后回来以后，把外头的白菜帮子全撕掉以后，把里头菜心拿手一抓，煮在这个锅里头，感觉到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吃，那是我吃到的最好吃最好吃的面条。那种经历虽然很辛苦，但是大家确实是在一种很亢奋的一种创作的一个状态里头去做的。当然的确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很多的女孩子，哇，觉得你们这些人太厉害了，居然不吃饭还能够天天能够排演出这么好的戏，自己感到很荣耀，还有很多的一种满足感。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呢，又非常顺利的跟张艺谋导演、冯小刚导演去合作了几部电影，我的起点很高，所有人都对我敬而仰之，把我当成一个我们戏剧学院的一个奇才。我的老师们都说，你看看下面的同学，你们看一看，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现在怎么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怎么样。那时候我感觉我在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荣耀和这种自尊心的满足里头生活。我记得当时我住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平房里面，那是我们单位分的宿舍，就后面排队的那些采访的记者大概拐出胡同来，那个时候就自己有一种真的很骄傲的感觉，觉得我终于出名了，我终于长大成人了，证明自己了。但是到了我大概不到3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的电影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低谷，很多的一些片子来找我，是我不太满意的，也是不想接的。我记得有一次是在1990年的时候，我在上海，那个戏我是演了一个哥哥和弟弟，是一个双胞胎，非常有意思的。哥哥是在上海滩是一个白道的，弟弟是黑道的，两人在互相的打。那我白天拍哥哥，晚上拍弟弟，这样没完没了的拍，没完没了的拍，一直在拍。结果他拍到后来，我说不行，导演，我坚持不住了，你让我休息一下好不好？好吧。晚上回去睡不着觉，自己一个人走在上海的小街道上，没有任何人，买了一点啤酒，一边走一边自己在想，我白天演哥哥，晚上演弟弟，我是谁？我真不知道我是谁，我郭涛到哪里去了？所以当时我的那个精神状态大概就是这样的，有点找不着自己。我这种情感，这种迷茫的感觉，在小的时候就会有。也许可能在座的朋友都不知道，
我是一个离异家庭的孩子。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更多的是争吵打闹。我自己不知道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自己未来的情感是什么样子，非常迷茫，有的时候也很痛苦。我想可能这种迷茫一直延续到我大概二三十岁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未来，我自己的另外一半，我自己的很多很多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也许可能是因为我前面的工作给我带来的那种荣誉啊，或者是收获太迅速太快了，我在这种迷茫的过程当中好像真的找不到一个途径，总感觉自己前面是黑黑的一条道，始终往前走，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自己不停的一直要努力的往前走。我记得当时有一次孟京辉来找我啊，他想来找我排一个话剧，在1999年的时候，这个话剧的名字叫《恋爱的犀牛》。我那个时候是在干什么？在开一个酒吧，在开一个酒吧。对对对，因为我喜欢喝酒，总是想在那种比较迷茫的时候，用酒精的方式来刺激自己，让自己睡着，让自己麻木一点。每天把自己喝得烂醉，晕乎乎的回家，好去忘掉自己在当时的那种烦恼。我看到孟京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那个酒吧的舞台上跳舞，一边喝着酒一边在跳，一个人跳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跳完以后，我满身是汗，其实更多的是泪水。那个时候孟京辉他拍着我的肩膀，他说2000年新的世纪马上就要到来，我们难道不做点什么吗？你就想天天这样去喝酒，天天在这样一个灯红酒绿的环境下去宣泄自己吗？你原来的那些东西，你原来的在对于戏剧的追求，对于艺术的追求到哪里去了？说的我好像感觉真的我自己当时有点毛骨悚然，因为确实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都不是太好。那好，我就当时在想，我们排演一个话剧吧。这个话剧我不是为你，也不是为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在为我的心中的那个人去较劲，去做一件事情来证明自己吧。那个戏对于我来说，到现在为止我分析起来，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愤怒，是一种宣泄。就像在剧中的这个马路的这个人物一样，这个女孩子不爱你，你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的去追求她？其实就是好像在自己跟自己在较劲。新世纪来临了，一切没有改变，过去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我说我该怎么办？下面还要去再排演一些你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吗？还是随波逐流就这样走下去？那2006年的年初的时候呢，又遇见了我人生当中非常好的一个哥们儿，那就是宁浩导演。于是乎就出现了《疯狂石头》这部作品。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他在不断的在给我讲戏。他说：“哎，哥们儿，你来演这个戏吧，你是我见过的最牛的演员，我是看着你戏长大的。哦”说了一个多小时，说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脑子飞了，我就在想，哎，他跟我说的这个戏，我怎么好像似曾相识啊？这个角色好像是就是为我写的似的。哎，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哦。你不是就想要做这样的戏吗？你不是就想干这样的事情吗？有这样一批好哥们儿，能大家一块儿去努力去做吗？自己想飞了，想开了。然后后来脑子回过神来的时候，导演说：“大哥，你觉得这戏怎么样？”我说好，但是我没听懂。我说不过没关系，我很喜欢这个戏，我们来一块玩吧。他好吧，那就一块玩吧。于是乎我们就开始干了。
那个戏只有300万，所有的人不计片酬，每天都在一种非常开心的、快乐的、一种非常放得下的、放得开的那样一个情绪里头去创作。跟黄渤、跟华哥，我们一起哇吃火锅，然后出去蹦迪，然后酒，然后后半夜说有你拍你的戏了 ，OK， 直接杀过去拍戏。所有的东西那么的放松，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开心，没有想过任何的外在的东西，说我要在这个戏里我多么的出名，将来我在颁奖礼上我要说感谢谁谁谁，从来没有想过那样的话，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自己掏钱租了一个酒吧，然后动员了我们所有身边的这业内的人士，说来看看那个戏，给我们做做宣传。那时候就是感觉就像是我重新开始起步，从我第一部戏的那样的一个起点开始做起一样，一点一点的把疯狂的石头展现了给大家。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跟我的这帮哥们儿们结下了一生的友情。可以说我现在跟黄渤跟宁浩，我们可以不再见面，我们也平时不打一个电话，但是只要宁浩一个电话，你让我演一个死尸我都愿意，真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关于我情感的归宿，我一直非常的纠结，也非常的拧巴。直到有一天我见到了我现在的爱人，他是一个学理工的，学理工的出身，这在我过去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一种人群。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是学搞艺术的嘛，搞艺术的人一定是在一种鲜花、浪漫、音乐那种掌声里头那种生活，而他呢，往往我跟他讲哇怎么样的时候，我说你能明白吗？你喜欢就好。他跟我说这样的话。最有意思的一次经历就是，我跟我母亲的关系虽然很好，但是难免会母子之间会有一些矛盾。有一次我在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的女朋友在后面，我母亲在我的旁边，我开着车，因为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争吵起来了。因为我们可能都是搞话剧的吧，声音比较响亮，然后跟他越说越激动，越是啊，一说越激动，而且有点危险啊，在三环路上。这时候我通过反光镜看了一下我老婆，我后来老婆，她睡着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样一个，好像也许是老天爷给予我们的安排，碰到了她这样一个非常温柔的、非常体贴的、非常能够懂你的心的，而且能够融化你这样一个女孩子，我感到我很幸运，真的。一个男人的成长，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种精神来寄托的，比方说你有特别拧巴的时候，或者是特别有奋进的时候，有想法的时候，一定要放下架子，放下包袱，努力往前走。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去较劲，因为我就是一个较劲的人。我这10年给我换来的经验在这里，也许可能对某些跟我同样经历的朋友们会有所启迪，会有所帮助。生活不能够较劲，放下来才能够走得更长远，平时的生活才能让你感受到真实的情感。爱人不一定是非要轰轰烈烈、山盟海誓的，适合你的就好。谢谢大家。品鉴正宗好凉茶，聆听中国好思想。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凉茶领导者加多宝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感谢郭涛精彩的演讲，谢谢。
谢谢，各位请坐。现在还紧张吗？有一点，让大家看一下，出汗了吧？我有，是出汗了。不像你们，我觉得隔行如隔山，真的。我这你在这里头啊，光芒四射。但是来，你们也看一下吧。我一直听说有个关于中央戏剧学院的笑话，嗯，不知道是真是假。你说，说中戏的学生中午去食堂打饭，对，师傅，请给我来二两米饭，加上一份炒茄子。然后大师傅一定会说，表演戏了吧？紧接着就会传来。你怎么知道？不对，最后一句不对啊！怎么，你听出来了吗？我为什么想起这个段子？是因为您在演讲的过程中经常自己爆发出。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你们听出来了吗？我其实特别害怕别人说我是话剧演员。所以我在平时生活当中尽量的把自己那个那个声音给磨掉，但是可能今天难免又露了点怯吧，主要是可能见了这么大场子，因为又是一个话剧演员，我要知道我必须让每个观众都能听见。好，接下来问几个观众朋友写来的小纸条的问题，我弱弱的问一句，您演戏演得这么好，冯导当时的第一部电影就找了您，但是以后他再也没找过您。您觉得是他的眼光的问题，还是您的问题？好吧，我弱弱的回答一下。如果我要是再接拍冯导演的电影的话，葛优还有饭吃吗？待会儿您演讲完，葛大爷就会在门外等着，握着您的手，谢谢伯纳。接下来这个问题，您别紧张。哦，不紧张，不紧张，我叫不紧张，你说吧。一开始还是后脖梗子流汗，现在脑门上已经有一点了。没事，这观众是为了您好。好。听说您平时除了踢足球，就爱烫头发，江湖人称郭骚骚。没有一个好问题。烫头发这是先辟谣，我这个卷毛，我天生自来卷，天生自来卷。您是特别注重外表吗？对，你看呢，头发呢一定要一丝不乱一点啊，虽然是卷毛嘛，尽量给它顿直一点。那个地摊上呢，有的好的呢也可以淘一点，这关键是看自己适合不适合，喜欢不喜欢，但是前提是要时尚。好了，这一波暴风雨已经过去了。好，接下来请迎接更猛烈的暴风雨。谁先来？来，宋鹏。那个涛哥，我其实今天特别期待您的演讲。然后因为我一直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然后都是一路就是保送上来的，然后在里面也是当班长，也是拿着奖学金，这四年都没有交学费。我现在我的状态我跟您描述一下，我现在来到了这家企业，我非常非常期待我能在这家企业能够做好。真正到我每天做的事情以后，非常非常的让人无语，就是再笨的一个人他也能做，贴一上午的发票，然后再整理一下午的档案，这一天就过去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为什么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书，我为什么大家都会做一个事情，现在要让我来做。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特别较劲儿跟自己，我特别拧巴。好，我理解你。其实在这个你这个心情我过去也有过。我不可能一上来演戏就是一个主角给我的，永远不可能。你要通过不断的努力，通过不断的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那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机会。现在你做的这些事务性的东西，我想一定是你自身的一个财富。为什么？因为你只有把这种一点一滴的东西工作能够做好了以后，你才能够做更大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我的第一步就迈得特别的失败。那我也有低落了十多年的时候。前面的成功不代表了我这一辈子成功，你现在做的所有事务性的东西不代表你一辈子永远做这些事务性的东西。只要你能够抱着一个不服输的心，能够把你这种愿望真真实实平平和和的落在实处，
你可能慢慢的才会理解一些道理，需要时间，你现在还年轻。那您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能做的事情尽量做好，寻找时机，伺机再动。你现在要做一只猎豹。明白，做一只等待时机的猎豹吧。郭哲。郭老师您好，小撒老师好。我记得林青霞曾经说过，她说她演过100多个角色，但是她觉得最难演的还是她自己。像您一直在这个镜头前和舞台上都塑造了许多的优秀的角色，但是我想问问您，像您带着小石头去旅游，去参加亲子节目，那个时候有没有一点点演自己的成分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确是通过我跟石头这个亲子节目呢，我把我自己生活当中的好多的一些性格、一些脾气，包括一些习惯都暴露出来了。这个我可能跟其他的爸爸的还有一点小区别，因为我胆大，我敢，我敢把自己的那一部分呢暴露给大家。我敢暴露的那部分，一定就我觉得就没办法去演了。所以我想这个过程也是挺考验我的。我是不是真正的敢于把自己的内心展示给大家？郭涛，我是说郭涛。谢谢郭老师。郭老师好，哎，好久不见。当我还是个小孩子，郭老师您还没被别人称为郭叔的时候，我就通过张艺谋的《活着》认识了你，但是你没有火。后来呢，通过了孟京辉的这个《恋爱的犀牛》。我也知道你，我觉得这个演员太棒了，但是你还是没有火。后来终于等到了《疯狂的石头》，疯狂的火了一把，但是火了黄渤。黄渤老师呢得了金马奖的影帝，然后呢一年也拍了十几部电影，他参演的电影的票房超过了30亿。您的好哥们儿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会不会心里想，哼，怎么你就混成这样了？在郭涛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进一段广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观众朋友将能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凉茶领导者加多宝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您的好哥们儿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会不会心里想，哼，怎么你就混成这样了？我只能用一个俗语来回答你，人比人气死人。在这个圈子里头，有的时候你永远是拿别人的成绩来跟自己做比较的时候，你会失去自己。人和人的作用，人和人的方向，人和人的努力的东西，人和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用另外一个人的成功来比较你的失败，这样你会永远会自己跟自己较劲的。我现在为止可以抱一个平常心，说我可以放下的，我可以看到我的朋友的哥们儿的成就比我好的时候，我能放下的，我很坦然地面对他。这部分我在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我都已经想明白了。我在跟别人喝酒的时候，我在拍一些庸俗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了。你提的这问题一点刺激不到我，我会继续努力，我用我的方式来往前走。谢谢郭老师，期待您的作品。刚才呢，小撒老师说我们青年代表特别不善良，所以作为最善良的一个呢，我决定让二位休息2分钟，我们先看看我带来的短片，然后我再发问。好，这种是最可怕的。小薇，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人首先要爱自己。我习惯了贫贱，我没有办法，我爱的女孩子忍受贫贱。为什么你就觉得跟我在一起会贫贱？为什么你连问都没有问过我？也许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呢。但是我不愿意。看过这段短片之后，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觉得陈孝正是一个非常蠢钝至极的人。他认为他去追求所谓的成功才能给郑薇幸福，但是我想说，其实涛叔您
简直就是一个现实版的陈孝正。我认为您就是一个大男人。记得您认识太太的时候是34岁，在当时您发了个誓，说一定要拍出一个好的作品，才能让她成为郭涛家的女主人。一直到2006年，您拍了《疯狂的石头》，名声大噪，这个时候太太李然才成为就是女主人。我想说，如果您没拍《疯狂的石头》，您会让她一直等下去吗？如果您没有成功的话，你会就此放弃她吗？这个问题也不太善良。跟小然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不能说一贫如洗，但是不像现在这样，还没有拍《疯狂的石头》，也是生活呢乱七八糟啊，有些戏呢想去拍呢就拍一拍，没戏拍呢就是很散漫的生活。但是我知道这个姑娘是一个好姑娘，我其实在默默地给自己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我没有给她说过，就是我希望我自己呢能有一部成熟的好的我认为值得骄傲的作品放在那里，告诉她你男朋友是行的。直到有一天拍《疯狂的石头》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机会来了，但那个时候我还是默默地没有更多的去表现这些事情。我记得我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他去曾经探过班，因为那个戏有很多的夜戏，他有时候会等我一晚上，在我的饭店里的给我织毛衣。我知道这个姑娘我不能够对不起她，越是那么想的时候，越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个让她满意的事情。我挣了那笔钱，然后我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积蓄攒起来，买了一个房子，拿到了钥匙，最后给了他。我作为一个男人，我有自己的一个愿望，所以我特别理解这个陈孝正的他当时的那种心情。但是我想这种男人呢才是值得珍惜的男人，才是好的大男人。那我就想说了，为什么男人会觉得就是成功等于给他幸福？如果没有你的话，他拿什么幸福？对啊，你觉得男生愿意让女生等吗？其实男生也不想让女生等，男生也知道女生过了25岁这个年龄优势就在慢慢走下坡期，而男生在过了25岁这个年龄优势在走上。其实我今天始终想一个手榴弹扔到你那儿去，从你说你4年不交学费开始，你现在又开始伤害女生。没有，我没有伤害她，我只是觉得经济这个问题在两个人感情之间是有一定要有一个人来考虑的。宋鹏，首先第一，请不要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把自己站在一个代表所有人的立场上，包括你问问题的时候说啊，其实我们女生是愿意陪你们，你也只是一部分女生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每个人有自己生活的方式，每个人有自己对待感情的态度，可能女孩子的想法都差不多。之前月姨算是把我的问题都问出来了，我只补充最后一个我的一点小小的疑问吧。我知道您的夫人她是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被星探看上过，甚至有可能会出专辑。您一直说自己是一个纯爷们儿，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纯爷们儿，但是纯爷们儿和大男子主义它是一线之差，就很多人就会说这是一种自私吗？就是您出来了，那样一个可以成为明天的巩俐，明天的大明星的那样一个女人，她默默地守在了您的背后，您觉得这样的话对她是不是有一点点的不公平？谁说她能成为大明星？我从艺这么多年，我还能看不出来吗？只是那个，我觉得你录完这个节目回家有困难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没有没有，其实年轻的时候有机遇、有梦想是一定是需要的，但是呢，要审时度势的。就像我的爱人，他喜欢唱歌，让有些星探看到以后觉得他有潜力，但是这个几率比他做一个优秀的郭涛的太太成功的这个几率相比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还是做郭涛的太太吧。
好，那我就想说，我喜欢你的演讲，我喜欢那个在世纪末一个人孤独跳舞的你，喜欢那个在十年沉寂里面一个人与自己对话的你，也喜欢牵着石头想做慈祥爸爸的你。所以像我们这样的粉丝可能会一直期待一个更加精彩的桃叔吧。谢谢您。谢谢。我在黑板上呢列举了两个数字，一个呢就是您出演过42部电视剧，据我不完全统计啊，31部电影，而且还有孟京辉导演几乎一半的话剧，但是呢您好像都没有获得过什么奖项。那么在最近一次您获得的奖呢是第1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最佳男配角奖。那么在最近的一次事业的一个巅峰呢又是您当了石头的一个配角。那您在20年之前你有没有想过我郭涛怎么竟然只有配角的命呢？好，这个问题有难度。在郭涛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进一段广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观众朋友将能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凉茶领导者加多宝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品鉴正宗好凉茶，聆听中国好思想。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凉茶领导者加多宝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你有没有想过我郭涛怎么竟然只有配角的命呢？人生永远不可能是主角，我曾经当过主角，那个时候也许失败了，也许不成功，也许成功了别人不知道，但是那是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的经验。你说的那个最佳男配角是我演的那个黄金大劫案里头的那个老头，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角色，而且也是宁浩导演量身打造的给我专门做的一个角色。我在那个戏里头吃了很多苦，那些苦可能一般人可能理解不到，我是用4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化那么一个妆，然后在夏天暑期里最热的炎热的时候拍摄了那一段生活，我感觉到我非常的开心，我很有收获，我又感觉到有释放。 OK， 没关系，主角配角对于我来说无所谓。孩子这个亲子节目，我像一个绿叶似的每天跟在他后面，现在他的粉丝也比我多，我也很开心。因为什么？因为我在这个跟他的互动过程当中，我真正感觉到我跟儿子那种亲情，那个是我在我工作的时候没办法找到的那样的一个机会，我跟他在一起，我很开心，我很留恋，我觉得我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我没有什么遗憾。谢谢涛哥，谢谢石头爹，在我们的心中你永远都是最佳男主角。谢谢。下一位，小刚。小大老师你好，顾老师你好。顾老师，我是您的老乡。我呢来自哪里？陕西渭南。啊，哇，陕西老乡。陕西老乡。您刚才所讲的我也深有感触。在2007年的时候我就出来打工了。出来打工以后，当时也是跟您一样，心气儿挺高，总感觉是哪工资比较高我就去哪工作，然后结果去了以后感觉实际的跟自个想象的并不一样，到最后是钱也没挣着，是手艺也没学成。做什么行业？厨师的。哦，厨师。对。哦，那是一个需要后来需要学手艺的啊。跟朋友一块儿聊天，朋友劝我说，您现在甭管先钱多少，您先主要把手艺学成，在那之后我找着一份工作，一个月就700块钱，我干了2年。700块钱是在哪个城市？就在北京。1个月700，你干了2年。对，2008年、2009年2年。那在北京是很艰难的。所以说我感觉您今天说的挺对的，年轻人吧，面对生活必须得放低姿态，但我想放低姿态，它总得有个底线吧。那个底线到底在哪呢？首先作为老乡啊，我觉得我为你感到自豪。谢谢。你在异地他乡通过自己的能力能够生存，能够证明自己本身就是你的成功。
我不知道你今年有二十。今年周岁二十二。啊，还小，还小。我二十二岁的时候还不如你，真的不如你。我记得我二十二岁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宿舍只有一个床板，从我的学校骑着三轮车，车上呢放着我的书和我的铺盖卷，没有别的。可以说身无分文，到了我的宿舍里面。那个时候冬天没有暖气，我把我所有的衣服盖在了我的被子上，就那样还很难抵御这种严寒。那段经历呢，我认为是我也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财富，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苦是什么样，苦尽甘来是什么样。是你说的底线，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生活一定是生存的一个底线吧，最起码你是要能吃得饱穿得暖的。对，你要对得起自己，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身体，对得起爸爸妈妈给你的一切，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想那个路一定在你面前会展现出来，只要你坚持。谢谢郭老师。两年的时间踩着700块钱的在北京生活的每个月的底线，现在手艺学到了吗？我可以打保票说我学到了。你觉得你学到的这门手艺值多少钱？现在最低吧3000块钱，我最起码我会拿到手。好，这就是进步啊，这就是底气嘛，这就是进步。所以我告诉你，你学到的这门手艺是无价的。是，它能跟着你一辈子。对，所以你问我年轻人的底线在哪，可能我无法回答你，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年轻人只要肯干肯吃苦，你能获得的东西是没有上限的。好，谢谢夏老师。现在在哪工作？北大食堂。啊？在哪？北大燕南美食。照顾好我的师弟师妹们。是，一定一定。陈小刚跟冯小刚就差一个字，一个了不起的厨子。未来我们可能还真的很难说经历什么碰到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给了你很多称呼。今天世纪末孤独跳舞的郭涛，一个慈祥的爸爸郭涛，一个始终在配角的位置上发光发热的郭涛，一个似乎与各大奖项不太有缘的郭涛，一个似乎拍了电影火了最后自己的兄弟的郭涛。但不管怎么样，最后我只想用一部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来为郭涛今天的演讲和我们的节目做总结，那就是我要告诉你，对不起，我是一个演员。不管安上什么样的前缀在前面，郭涛是一个优秀的演员。感谢郭涛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讲，我们下周再见。谢谢。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精神狂舞了，把声音放大点。谢谢。